大家好，又见面了，欢迎来到台北士林万丽酒店。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它的露台尊贵三景客房。首先一进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样有一个玄关。走进玄关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衣柜，衣柜的中间呢有一个放置行李的区域，放置行李的区域的对面呢就是厕所。走进厕所，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马桶，马桶的旁边呢就是一个淋浴间，淋浴间上方配有花洒跟莲蓬头，旁边摆放了一些备品。走出淋浴间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洗手台，旁边一样有一些备品哦。接着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浴缸，在浴缸泡澡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哦。因为这里是采取通透的设计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卧室，再往外延伸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露台还有山景。等一下带你们出去好好欣赏哦。接着进入房间之前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mini bar， mini bar 上方摆放有一些茶包跟咖啡包，旁边呢有冰桶跟热水壶，下方有冰箱，冰箱里面放有两瓶矿泉水哦。mini bar 在旁边延伸过来是一面墙，墙上有一台电视，电视的对面就是一张双人床。再走进来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张书桌跟椅子，然后书桌的旁边呢有一个沙发，还有一张桌子。那我们往露台看吧。这个露台是不是很有度假风格呢？就在露台，我们可以好好的欣赏山景。然后在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喝杯茶，放松放松，一起喝杯茶吧。这就是我今天为你介绍的台北士林万丽酒店露台尊贵三景客房，希望你会喜欢哦，拜拜。